有新 case， 我哋出发啦！好，说明侦探社用专业同智慧揭开商品，说明真相。地砖、装修工具、卡片，仲有装修师傅。唔通成件事系咁？师傅啊，我想铺过晒地砖，要收几多钱啊？见系你，10,000蚊得啦。话埋俾你知，我系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，包你满意。就咁决定。多谢晒，师傅。整成点啊？你睇到啦，啲旧地板同你起晒啦。只要你俾多10,000蚊，即刻同你开工铺埋啲新地砖。10,000变20,000，你真系揿住嚟抢啫。我 check 到啦，你根本就唔系注册小型工程承建商。有图有真相，将虚假商品说明应用喺向消费者提供嘅服务或货品。遗漏、隐藏或者业不明确、难以理解、含糊或者不适时的方式提供重要资料，导致消费者作出本来不会做的交易决定，都可能触犯商品说明条例。公平待客，营商守法。